关心我？对啊，抓住王冲喜，把他交给衙门，是有赏的。那交给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这是我最值钱，也是最珍贵的东西了。给你吧。不够啊，那我明天再想想其他办法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拿一个女人的簪子做什么？交给我未来的夫人吗？算了，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你一定不能出事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